接下来，如果悟了第一谛，怎么样能够契入第一谛？接着要讲到修行的层面呢。第一谛要离一切见，注意听：一离凡夫见，二离二圣人的见，三离外道见，四离菩萨的见，五要离佛的见，连佛的见通通要离。这个见呢、知见的见呢、在以前来讲叫做知见啊，用现在比较接近的名词，比较接近的名词，知见用现在比较接近的名词就是观念、看法、强烈的执着自己的看法，强烈的执着自己的知见，强烈的执着自己的分别心。简单讲就是容不下别人的思维模式，依照我的思维模式叫做对，别人的思维模式叫做错。如果悟了第一谛，离一切见，离凡夫见，离二圣见，离外道见，离菩萨见，离佛的知见。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离凡夫见。凡夫不是着有就是着空，比如说我很有钱，不晓得有钱空无自性，或者是很穷，说我没有钱落魄，觉得很丢脸，我没有钱。有房地产，说我有房地产，没有很穷的人说我没有房地产。凡夫不是有就是无，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到重点。二，离一切见才能悟入契入第一谛。二，离二圣见，二圣见有能观，有涅槃可得，有生死可了。比如说二圣人有能观的智，所观的境界，比如说观身不净观前身都是不净，有能观智，有所观的境界要进入禅定，有能观跟所观。所以二圣人认为有涅槃可得，有生死可了。可是如果就近义来讲，若悟第一谛生死跟涅槃等同空化等同空化。再来离外道见，外道见不是断见就是常见，外道见不是断见就是常见。常见就是大梵天是永远存在的，这是一种常见就是它是永恒的，它创造天地万物，或者大自在天、大梵天这个叫做常见。另外一种常见的看法，另外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说，人这辈子是人，我下辈子也是人，生生世世我都做人，这个也是常见。你是猪，你生生世世都是猪，你一出生就是猪是给人家杀来吃的，做肉干的，做卤肉饭的。我是人，我生生世世都是人。你是猪牛猫狗，生生世世都是猪牛猫狗，没得改变。这个叫做常见外道。常见外道有两种：一大梵天、大自在天创造出来的世界，认为大梵天、大自在天是常或者人生生世世为人，猪牛羊生生世世为猪牛羊，这个通通叫做常见外道。这个叫做波无因果，那这样就坏了因果法，断见了外道，也很可怕。人死了一了百了，做善事的人没有得到善报，做恶事的人也不会得到恶报，这个叫做波无因果，这个叫做断见的外道。无论是断见，无论是常见，都否定因果。因果是佛陀讲的因缘果的真理，只有守住因果的人才有办法解脱。
了生脱死，才是佛教的正理啊！因果的法则是佛教的正理啊！这个断常恶见的外道，正是断灭因果、毁坏了佛陀的正理，莫入外道。所以落入外道见是非常可怕的，是非常可怕的。接下来就是离菩萨见，菩萨有能解跟所解，能造之智，还有所断的障碍。我们说啊，烦恼障、所知障，烦恼障跟所知障，有能造之智，有所断的障碍，能所不断，叫做菩萨之见，能解所解，有能解跟所解，这个就是菩萨见，有菩萨见啊。所以菩萨生灭没有断尽，所以他有阶位。阶位是什么代表？阶位就是维系生灭的代表，有次第，有阶位。简单讲，菩萨的维系生灭没有断尽，就会有阶位，阶位有次第。如果误入能切经讲的佛第一地大空是没有的，回归万法，回归当下，没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，没有这个。诸位，在别的经典，初果阿罗汉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这样建立的次第是非常严谨的。菩萨的阶位，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菩萨，这个菩萨的阶位是非常严谨的，不可坏的。但是在佛的究竟第一地来讲是没有的，包括菩萨的阶位跟次第，通通是误入弃入当下，就是第一地。所以第一地没有任何的次第，没有任何的阶位，没有任何的阶位。诸位，什么叫做分段生死？什么叫做变异生死？分段生死就是凡夫俗子今生今世来投胎成人，活到死，下辈子做狗，出生成狗，生狗又死了，再来又投胎成天人，啊，又生，那天人又死，再下来啊，又投胎成鸟，又生又死，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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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这个叫做分段生死。而变异生死，在《楞严经》的角度来讲啊，诸位有三种生灭。一叫做初造生灭，六根对六尘叫做初造生灭，初造生灭感得分段生死。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 的连锁啊，因为第八意识是能常所常我爱之常啊，第七意识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，无法二止啊，就是这样来的。生灭有三种：一、粗糙的生命，根尘粗糙生命；二、叫做维系的生命，第七是维系的生命。啊，再来，最极维系的，就是第八意识。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谈，最极维系的，当然七八是互动的啦。最极维系的，那就讲到种子的问题，跟习气的问题。最极维系的第八意识，现在告诉大家。阿罗汉为什么还有变异生死？为什么？其实变异不是生死，变异是境界在转换，因为他还没有离开生灭维系的生灭，第八意识的维系的生灭没有断尽，所以叫做变异生死。变异本身不是一种生死，是一种境界在转化，因为它散在生灭里面，所以方便说它叫做生死。哦，它叫做生死，啊。那么，只有佛能够断尽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啊，二时永尽呢，叫做啊佛了。这是顺便谈到。最后一个叫做要离佛的知见，佛见就是说
真正一个成佛的人，他是进入真如的真空状态，他绝对不会找一个我成佛，我成佛，啊！如果佛讲我成佛，那当然是为了、方便众生啊，啊，了解是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啊，啊，常作如是心啊，戒品已具足。佛这样讲是方便说，所以离一切见，才能契入佛的究竟第一地。所有的清净真如心里面，不能安上任何一点知，不能安任何的见，不能安上任何的法，不能找任何的相。如果你要究竟真如，成就佛道，知、见、法、相要断尽，不可立一个知，立一个知就头上安头，立一个见就知见又立知。头上安头啊，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也不可以找一法，一零点零零一都不行啊，包括找一个颗粒微尘少许的法都不行。如果找有一法，那就不叫做毕竟无所得，毕竟无所得才能契入究竟第一地大空。再来也不能找任何的一相，只要你有相。所以达摩大师讲见相即见鬼，因为见相啊，你的心啊就有四心分别啊，四心分别就是生灭啊，四心分别就是生灭，四心分别的当下，四心不可得，了妄不可得，就是真啊。诸位啊，一真其妄啊，前妄即真啊，妄是指什么？是指妄事啊。因此啊，佛告诉你修行，这些外境都是趋向于空无自性，外境本空，没有东西可以讨论。重点在主观的意识心，你的动念，你是动到执着的念，这个就是四心；动到分别的念，就是四心；动贪嗔痴，动杀盗淫，这个通通叫做四心。修行之所以难，是因为无量劫来的习气跟种子太难，就问题出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这很多的是非理性的东西，你控制不住的啊，你控制不住的。比如说你知道贪不好，你知道贪不好，嗔也不好，愚痴也不好，你通通知道哦。你第一句也听了很多，你也知道诸法毕竟空哦，啊，无来无去，无代志哦，你拢听有哦，听有。但是一碰到境界的时候，那无大声，心肝就真艰苦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就是种子跟习气太强。啊，在座诸位啊，我现在讲一个很简单、很重要的观念了、啊。诸位啊，这里大家在座诸位有没有煮过饭呢、啊？有人不煮过饭的无？大概拢没了。好，我也煮过饭呢、啊，我也煮过饭。好，煮过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饭呢、啊，吃完的时候啊，饭的锅的旁边呢、啊，啊，都会留几粒米粒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那个锅子啊不洗，明天那个锅子也没洗，啊，经过了一个礼拜，锅子忘记洗，那些米粒变成怎么样？干了、硬了。我现在问你一个重点：如果那个干了、硬了的米粒，我现在立刻要把它全部洗干净，有没有办法？当然没办法了。所以要怎么洗锅子呢？哎，要先浸泡这个水，对不对？浸泡，泡这个水，泡这个水，泡这个水，浸泡这个水，一天一夜，让这个米粒啊软化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刷一刷，刷啊就，就掉下来，那些污垢就会掉下来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佛道没有一处没办法一触即成。要怎么样子？要浸泡在正法、正知、正见当中，需要时间，要时间。啊，要时间的，啊，要时间的。所以啊，有一个居士来到文殊讲堂，说：“
请问上人，你能不能教一个最快最快最快的方法啊？最快速的修行成就啊！我说可以啊， 你听好，你能不能从现在起不起贪嗔痴，不起杀盗淫，从现在起通通没有习气？他说哎呀，我都，我说你就是没法度了，这就是没办法了，用功的比较紧，都算不是这样，对吧？我说像我这种头壳要捂四十档呢，真的呢，我从大学一年级捂到今天捂四十档呢，哎 ,40 years, 后面加 S 呢，那个算足多，四十档呢，你就了解，这个佛法实在不容不简单。No easy is very difficult, 很难的啊，真难啊，过来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你要问啊，慧立法师有什么捷径最快的啊？没有，最快的法就是脚踏实地，最快就是脚踏实地修行，没有更快的。哎，你要不要妄想说那个一触即成哦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！要时间啊，就像那个锅子要浸泡一点时间浸泡，所以佛法它是一定要时间的啊，急也没有用啊，急也没有用啊啊！今天如果很多年轻人来听到这个说实在话，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、博士、硕士都出家。哎呀，这个是佛教的大幸啊，佛教的大幸。他听了今天的这个法以后，佛法需要浸泡时间，安尼我就紧来剃头啊。这年轻人哈，我跟你讲哈啊，年轻人了哈，男众哈，你若要娶某，你得留冷静一下。你有因缘听到正法，你得听我苦劝啊。老师那苦讲，娶某、娶老、娶好、娶苦，迄音拢同款。这个一结下去就是30年，你知道吗？30年，我们那个老同学大学的同学，碰到我，他就说：“哇，法师你都不会老嘞！”说我阿扁抓伊拢不会老的，我多了。啊，我说你那这严重啊！他就是超这个家庭啊、经济啊，超到50几岁啊，看起来像阿公啊，很严重的，很严重的啊。这个是指，因为一念之间呢、我不是说结婚就不好了，就是你今天是很年轻，你也没有对象，你有在犹豫当中想要走出家这个路线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诸位哦。这一念弄错了，30档，就简单的呀。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，你今天你单身啊，贵族啊，单身贵族的是每天都拜佛下跪的跪咯，单身贵族啊，安尼就上好啊，对不对？单身贵族啊，安尼上好啊。好，我现在讲我的例子，我这样走出家路线，我看完3藏。3次才花15年哦，15年，啊，你走结婚的路线啊。如果你有机会出家哈，年轻人勉励一下：第一，结婚以后买一栋房子，1000万好了，讨一个老婆，生3个小孩，假设说一家五口要吃饭呐，你今天是 engineer 工程师，一个月5万好了，6万、7万，好。买一间房子，一个老婆，3个儿子要吃。你呀、一结婚啊，开始啊要30年，你才有一天觉悟的说啊，我30年了，孩子都长大了，要开始拜佛了啊！一个走出家的路线，人家已经用功30年了；一个走在家的路线呢、对不对？
这老伯那有什么好处了哈？这老伯就是哦，回家来，爸爸抱抱，哎呀，上车就安尼俩，啊你叫一声爸爸，啊你叫一声爸爸，还不三十档啦，三十档，啊，所以说哎呀，鼓励大家，哇，假设说了哈，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、女朋友了哈，哎，可以考虑一下365行，很不错的出家这一行。哎，不错的出家这一行。接下来，落悟第一地呢，无明本空啊，啊，无明本空。我们《心经》讲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的啊，无明就是无明本空，啊，因为妄心不可得嘛。亦无无明尽，就是说也没有说我把无明断尽了，啊，我把无明断尽了，没有的，啊。无明亦无明尽是什么意思？要叫无明就是本来就没有无明，妄性本空嘛，啊，那么亦无明尽也没有说，也不能讲说我把无明断尽了 啊无明本空你怎么断尽呢？啊，了妄即真嘛，啊，诸法本来就是不可得嘛，所以说无明亦无明尽，佛性离两边。啊，不偏中间，也不偏左边，不偏有，不偏无，啊，离断见、常见，中道亦不可得，也不可立一个中道，也不能立一个中道啊，哦。所以呢，佛性非常，非无常。佛性如果是常，那就变成失其妙用；如果佛性是无常，就会断灭了。我们无应身，死的死亡的时候。那么我们的法身慧命就跟着结束了，啊，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，佛性非生呢，非无生。当我们悟入第一地大空的时候，了悟的清净自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。那么这个佛性啊，啊，不能讲生，也不能讲无生。生所有的生尽是缘起，都是依他起；无生就是体性本空。佛在《楞严经》告诉大会，说大会，佛讲的无生，莫作无生解。啊，佛所讲的无生，在强调诸法当体即空，并没有无生这个东西。如果找一个无生，所有的无生就变成生灭。啊，所以说大会，佛讲的无生是讲当体即空，不可得，了妄即真，并没有无生这种东西。如果找一个无生，所有的法又变成生灭，所以啊，悟入第一地大空，了知啊啊所显出来的佛性，了知佛性非来非去呀，非生非灭非增非减呢，佛性啊，求其来去生灭增减不可得，啊，因此若悟入第一地大空啊，诸位一有无不可得。若悟入第一地大空，能做所做啊，不可得。若悟入第一地大空，次第不可得，次第就是一二三四，啊，没有的。我们因为有心有次第，所以内心里面有争执，大家就想排第一哦，排第一哦，有荣耀感呐，有荣誉感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哎，又会哎排到最后的话，心里就不舒服啦。啊，如果悟入第一地大空啊，就没有这个咯，就没有这个咯。如果我今天如果有去入第一地大空，那去做水陆大法会，在这诸位啊，水陆大法会啊，一样每个人都出10万，那就出10万的人啊，如果有20个、30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不去入第一地大空。他就想我要排第一个，大家都是10万了，我要排第一个啊，上香啊比较接近佛，但是去入第一地大空啊，内心解脱啊，他排第一跟排最后，因为他没有次第，功德都一样，而且是得到大功德，心中没有次第就大功德，心中没有次第他就不会跟人家争执。接下来啊，如果误入第一地大空，数计不可得，你身上拥有100亿，
100亿也是空无自信啊。你今天身上只剩下几千块，也是空无自信啊，也是空无自信啊。所以，真正契入第一地大空的人，可以安贫，可以乐道。他任何一种状态，通通解脱。有钱有钱解脱，贫穷贫穷解脱，啊，任何食衣住行都解脱。因为他在他心中没有富，没有贫，没有多少钱的概念的执着。接下来，如果误入第一地，时空不可得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也没有所谓的未来。那如果契入第一地，忧悲苦恼不可得，没有清晰化的东西。第一地没有能说，没有所说。第一地没有所谓的邪见，也不可以安立一个正见。邪见跟正见全部不可得，找一个正见就是邪见。所以啊，在座诸位法师跟居士，这一点要特别的小心，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是魔啊，自己才就是代表正见。记得，拥有正见的人进入无言的状态，进入无言的状态啊。所以第一地大空，邪见不可得，也不可以立一个佛的正见。立一个佛的正见就标着邪见，邪正不可得。第一地大空，了悟的诸法空无自性，犹如虚空化啊，乱起乱灭。什么叫做虚空化？虚空本来就没有化，我们的清净自性当中现在延起的种种相，所谓虚空化是什么意思？虚空本来就没有花，眼睛有毛病的人就看到花，真如自性里面没有相，妄想纷飞的人就看到种种的相，所以虚空化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是虚空化，啊，来去生灭增减是虚空化，啊，山河大地是虚空化，日夜星辰是虚空化，无尽的星系是虚空化。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是虚空化，凡是所有相都是虚空化，不可得。虚空本来就没有化，所以悟道的人没有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了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。今天如果你住在地球，你不会想，如果你悟道说我们现在去火星啊，就想着火星是什么样的人啊，火星长得怎么样，男众长怎么样啊，火星的女众又是长怎么样，火星的山怎么样。诸位，大悟的人没有这个好奇。今天你到火星去，它也是虚空化。火星能够离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吗？火星能够离开山河大地吗？火星能够离开四大种吗？地水火风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你坐着太空船，你看到了所有的稀奇古怪的，一直往太空一直飞，那只是像变来变去而已，对我们的心性并没有增减。所以大悟的人没有好奇心啊，入究竟。所以入第一地的人啊，也没有微尘相，微尘相颗粒微尘相。入第一地人没有大小相，啊，不是大相跟小相啦，那个相啊，大相吼，跟小相啦吼，没有大小相。第一地大空，无所谓的长短方言，真如自性就是第一地大空所显的真如。所以我们的真如自性不是长的，不是短的，不是方的，不是圆的，它没有形状，没有相状啊。智慧心就是。所以我们的真如自性，第一地大空所显的真如自性，也没有青黄赤白，没有尺寸，没有数量。真如自性啊的第一地大空，不能推论，没有逻辑，也不可以预测。第一地大空啊，也无所谓一合相。第一地大空无所谓的凡相圣相，第一地大空无所谓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阿罗汉，第一地大空
无所谓的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地即大空，回归当下，尽是真如，尽是圆觉，啊，尽是清净，没有任何的对立，没有任何的能所，啊，地即大空，成佛善不可得，何况有凡夫？所以入于如来究竟实相，地即大空，一法不立，性相一如，不可立之，不可立见，不可立一法，完全都不可得，凡圣不可得，菩提烦恼不可得，善恶不可得，断见常见不可得，佛魔唯心不可得，啊，佛性法性啊，都是空无自性，所以能为一切法之性。这讲起来啊，实在是很多很多。那么因为啊，他说讲到五点嘛，五点就剩下十五分钟了，啊、哦，要吃暗顿的时间了。嗯，这四点四十五了，不是我不爱讲给恁听，这袂使怪我，因为伊教我限制时间了啊。这我跟你讲哦，我即马活到六十岁吼，体力长好。这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主办单位若要叫我讲到十二点哦，怕死无提，真的。啊，但是无法度啦吼。哎，咱来到这个所在吼，爱听主办单位的吼，安尼讲到五点啊，最后一点点啦。明年还有一年啦吼，明年还有一年，这讲正经也讲不了啦，啊，才讲到第六页而已，你看呢，讲到是第六页，我准备过了十页才讲到第六页呢，啊，没有办法哈。好，做一个结论了啊，做一个总结了哈。最后呢，啊，讲几句结论的话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行动比语言呢更有力，也就是说，佛法是实修的，它不是一直讲的，啊，佛法是行动的，就是要落实到你的生命的正觉，不是说讲一讲。听一听就过去了，所以行动比语言更有力。弘法的人才目前是整个佛教最珍贵的资源，所以啊，希望我们这些诸山长老啊、比丘、比丘尼的团体啊，能够栽培、培育弘法的人才，因为啊，弘法的人才很难呐、啊。啊，在座诸位啊，我跟主办单位啊。啊，讲过了，演讲的人最怕这种，最怕这种。为什么呢？今天你讲的内容不够深入，人家说，嗯，这个法师也无物啊，这讲这的，我改天要出去看到比伊较深啊，当哦，看咱无去，哎。求欠嘛吼，你不给我。第二，讲很深，这些护法居士啊，你讲哦，阿伯阿公，佛的法师我真来听你讲经，唔过我拢听无。哎，我讲啊，你听无，你今日是安怎要来？伊讲你现在盖高水，看过沿途坡，我你嘛是袂歹啦吼。也算结一个善缘了哈，也算是不错了哈。嗯，唯有契入我们的涅槃呐啊，唯有契入我们的涅槃妙心，才能见证整个佛教的历史。啊，唯有契入涅槃妙心，才能见证啊整个佛教的历史，就是第一地涅槃妙心呐、啊。台湾有一些法师啊，让人非常感动的。啊，这是我们只看到了呀！啊，苦修啊，啊，持戒啊，日中一时啊，不捣蛋啊，啊，半夜一定诵戒啊，结下安居啊。现在台湾啊，
非常的好，就是说哦，我们呢这个可以看得到，我们那个流通处啊，哎，一到这个街巷安静，没有人来，请法，请东西啊，请这个法宝啊，啊，很好，就是表示大家都躲起来，都在街巷安静用功，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如法、如理、如佛所说的街巷安静在台湾生根发芽茁壮啊。尤其是我们的居士啊，更让我们赞赏啊！这些居士，你看到、啊、为了一次的斋僧呢，无怨呢、啊，无悔的付出啊，啊，风雨无阻的坚定啊，护持正法。前几天说，哦，那个台风来了，哇，还 CNN 报道的，还有川星台风，哇，那糟糕了！我第一个想到说，哦，那彰化斋僧怎么办呢？哦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还好。这个台风啊，也很尊敬我们的佛陀，还有这些众阿罗汉啊，众阿罗汉。现在啊，资讯很发达，我们的佛陀、观世音菩萨都有打电话跟台风啊参考一下啊。听说到恒春外海去转2圈，还要再转回来的哈、哦。啊，今天如果大风大雨，你就很麻烦了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些啊无怨无悔的付出的。啊，义工啊，啊，护持正法，我们呢啊，非常的感动。再来啊，这些义工的素质啊，文化水平也提升了不少。今天佛教呢比较缺乏的就是自我内证的功夫啊，就是表示对出家众啊，这个或者在家众对这个究竟的第一谛大空正量的东西啊，单刀直入的切入。单刀直入切入这个涅槃，那么我们来补足这一块，那也就是对第一谛大空的体证，希望能够今天的弘法给大家带来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，成佛的第一谛大空，记得圆顿的能浅，开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，富贵的法眼，佛法不是用来惩罪任何人的。而是必须在每一个的心，每一个人的心，因果的自我平衡，懂得如何以第一心解脱自我，不会卡死在假象跟观念。啊，因为这段比较长，我再念一遍：佛法不是用来惩罪任何一个人的，佛法不是上帝啊，上帝动不动就把你打到下地狱啊，是不是？佛法不是，佛法是讲因果的。佛法不是用来惩罪任何人的，而是必须在每个人心中的因果的自我平衡，心中有因果而自我平衡，那个就是佛法。懂得佛法的人就要坚守因果，而且内在里面深信因果，这是亘古以来十方三世一切佛所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啊，是诸佛教啊。我们心中有因果，懂得如何以第一心来解脱自我，就不会卡死在假象跟观念了。诸位，依人啊，不依法，后遗症就会很大，后遗症就会很大啊！为什么？你不晓得那个人到底讲的法正还是不正呢？但是如果你依法不依人，就不管。任何一个法师上台讲的法，都要符合佛陀的正法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必须拥有佛陀的思想跟正念，这个世界。才真正属于我们的。再讲一遍，在我们的心中必须拥有佛陀的思想与正念，这个世界才真正属于我们的。一个人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和信仰，等同保有自己的灵魂。诸位，你想要保有自己的灵魂吗？很简单，你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，就是我这一辈子作为佛陀的真正的弟子，绝不信仰外道，绝对信仰佛陀，到时都不会改变。哎，佛弟子是真理的追随者，每个人都希望灵魂得到升华，因此啊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解脱。
智慧了，智慧啊，是心灵的钥匙，唯有大悟见性，才能触动佛陀心灵最深的世界。One more time， 再一遍啊，智慧是心灵的钥匙，要打开这个心灵，就必须要智慧，智慧是心灵的钥匙，唯有大悟见性，才能触动佛陀心灵最深的世界。佛性真心呢，涅槃究竟处，从来没有设立任何的关卡，但是凡夫却一直设立了语言、文字、观念、妄想，卡在语言、文字、观念、妄想而争论不休。再讲一遍，佛性真心涅槃究竟之处，从来不设立任何关卡，也就是当下就是，当下无心就是，没有设立任何的关卡。但是凡夫就是一直设立在自我的语言、自我的观念、自我的文字、自我的关卡，还有自我的妄想。这个关卡因为卡在语言、文字、观念、妄想，所以每天争论不休，没有办法契入佛性真心涅槃。如果你要得到佛性的真心涅槃，第一地大空，你必须要放下所有的语言、文字、种种的妄想，通通必须放下，而且不看众生的缺点。耐性与智慧和无尽的等待，让我们更容易接近真如无相的宝藏。再讲一遍，耐性与智慧和无尽的等待，等待要等待因缘嘛，因为有的人没办法回归当下嘛，是不是啊？让我们更容易接近真如无相的宝藏。贪心、嗔怒心、愚痴心，基本上来讲，它就是心灵的暴力。我们不但身体不能有暴力，我们的心灵也不能有暴力啊！所以一切修行人应当戒慎恐惧呀、啊，啊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要彻底的断除。再讲一遍，贪心、嗔怒心、愚痴心，基本上来讲，它就是心灵的暴力。人身体不但身体不能有暴力，心灵也不可以充满着暴力。贪嗔痴就是心灵的暴力。一切修行人应当戒慎恐惧啊，彻底的断除。动念就不可以，何况付诸行动？动念动到贪嗔痴的念头就不可以，何况付诸行动？啊，我慧力啊，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名人，但是我发心呢，要一心一意想成为能自我降服并与佛心相应解脱的人。我再讲一遍，啊，我呀，慧力啊，从这辈子从来没有不想要说我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名人啊，但是我一心一意想成为佛陀的好弟子，能自我降服啊，不看众生的缺点，同时跟佛心相应的解脱的人啊，解脱的人。接下来啊，最后为了整个佛教的兴盛跟团结，我们应当摒弃一个人主义，二要摒弃英雄主义。佛教没有个人，每一个法师都是佛陀的弟子，所有的荣耀都回归我们释迦牟尼佛啊！在座诸位，今天没有释迦牟尼佛就没有我们，成什么英雄呢？一切都是佛陀的恩赐，一切都是佛陀的启发啊！所以我们要摒弃英雄主义啊！再来，我们要摒弃山头主义，还有门户之见，法法是相通的。如果法法不相通，为什么叫做佛佛道同呢？就是在座诸位啊，啊，你跟我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啊，不需要有山头，也不需要有门户，所以啊，尊重每一个人的修行方式不一样，啊，不要唯我独尊，就是我最行，所以山头主义跟门户之见是不可以有的。第四啊，不要说唯我主义，就是
你们带着诸位，你们啊，我讲的法，你们通通听我的就好。哦，诸位，这个不能这样讲的。所以，诸位，我在这里特别强调，只要那个法师如理如法如佛所说，依法不依人，你就要听，谁讲的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依法不依人吗？不要说哎，哪个法师要听，哪个法师不要听，这个法言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，啊、哦，不一样嘛。所以啊，最后一个要摒弃啊，造神运动，要摒弃造神运动，不要把自己啊，教授的所有的徒弟啊，这样都来恭敬我，都忘了我们后面那尊释迦牟尼佛。诸位在座诸位，所有的法师，你今天你多伟大，你的伟大，你的智慧会超过佛陀吗？今天没有佛，你有这件袈裟吗？没有。所以不要造神运动，就是把自己啊雕塑成啊无量无边的英雄啊，大家崇拜我啊，崇拜我就好，这个做不得。哎，佛教是一个人好不如一个团体好，一个团体好不如整个佛教会好，整个佛教会好不如整个台湾好，整个台湾好不如全世界的众生好，对不对？越来越的胸量越来越大了，胸量有多大，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嘛，是不是？水是生命的来源，智是成佛的根本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应当啊劝求佛弟子，啊，不可以死守一个角度，应当广学，要多闻。我们一边念佛，啊，一边求生极乐世界，也一边要解开，啊。啊、人生宇宙的迷茫，就是一边要听经要闻法嘛，哎，一边要听经要闻法嘛。诸位，一个成功的修行人不会一直否定别人的存在，践踏别人的尊严，而说自己是最棒，没有这样的修行人的，没有这样修行人的。再讲一遍，一个成功的修行人，了不起的修行人不会一直否定别人啊，或者践踏别人的尊严，而说哦，我自己是最棒的，那不可以的啊！什么都说自己才是对的啊，才是真的啊，完全容不下别人，这个正是这个人的盲点，这正是这个修行人的盲点。佛陀的正法，他是慈悲的，是平等的，是究竟的，他是互相扶持的。佛陀的正法是互相随喜的，佛陀的正法是互相成就的，佛陀的正法是互相赞叹的。别人的成功是我们真正的喜悦跟荣耀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啊，无争的圣人，他不会挡住别人的视线，也不会抢走啊别人的光环，也不会，他一定重视别人不同的意见，把所有的荣耀回归到佛陀世尊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修行人他不居功不立底。今天大家诸位，你说啊，我来听慧律法师开示，其实我是感谢大家坐在底下，我们有互动的关系啊。与其说我成就你们，不如说你成就我，大家都没有半个人，我讲给谁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今天来讲是来成就我的。以下这一句特别的重要， very important。 五入病人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，五入佛门的出家法师以在家居士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真正的修行人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出自楞严经。简单讲，所有的法师在弘法当中要遵守楞严经讲的啊，不可以在白衣前骂力比丘啊，不可以的。这个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啊，无所忌惮骂力比丘，这样子会坏了佛陀的正法。再讲一遍，五入病人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，好的一个心理医生他会好好的照顾病人，五入佛教界的出家法师跟在家居士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真正的修行人。诸位，三宝是一体的，
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有的出家众，比丘、比丘尼，应当，或者是有德性的在家居士，应当教导你有缘的众生，或者是徒弟，应当尊敬敬佛、敬法、敬身，也同时要赞叹啊无量无边的在家居士，这样才是三宝的好弟子。佛法佛教当中的三宝，佛法身，它就像树的根，树的根啊，你今天每天办佛办法办身，不给他滋润，不给他鼓励，这个树的根很快就烂掉，它会倒了。如果把整个佛教比喻作一棵菩提树，这棵菩提树需要阳光，需要水分，需要养分，需要好的土壤。佛教也是，佛教需要你的努力，需要大家的关怀，需要大家啊来共同携手合作，互相成就啊，你说不是吗？啊，出家跟在家共乘了佛陀的这条法身的船了啊，法身船。在家诸位啊，佛教互相攻击啊，出家攻击出家人，或者出家攻击在家，在家攻击出家人，就等于啊，在这条法船呢、啊、底下挖一个洞，让这个水流进来，这一条佛陀的啊清净法船呢、啊，很快就会沉下去的。诸位，这个是佛门不信的，啊，佛门不信的，啊，今天来讲的话，谁来伤害啊出家在家挑拨离间啊，互相攻击啊，在这诸位等于在清净的法船底下挖一个洞，底下清净法船挖一个洞，清净的法船很快就会沉下去的啊。最后了啊，我们今天这句话你可以放在你的脑海里面，一辈子都会用到啊。乡人为正法，乡人为佛教，我们互相忍耐。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，每一个人修习的佛道都不一样啊，我们要互相尊重。但是到成佛道究竟解脱，那都必须体证到佛陀的即心即佛的道理，滴滴大空的道理，是究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啊，不管如何都不能去伤害教界的法师和居士。佛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你我都是佛教的一份子啊。诸位，伤害的佛教其实就是伤害你，因为你是佛教的一份子啊，难道你没有份吗？你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不承认你是佛弟子吗？对不对？你今天你不管是法师或者是居士，都是佛弟子啊，我们是教界的一份子啊。所以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，我们要把整个佛教兴盛来看作比我们生命更重要，比我们生命更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生命很短促，我们的佛教存在一直延续下去，可以救多少的众生？一个人的生命算什么呢？所以不管如何不能去伤害到佛教的任何法师啊。所以啊，不可以不必嫉贤啊，骂力比丘啊，在白衣前啊啊批评佛法僧三宝，这个是做不得的啊。那么因为五点十分了 啊时间已经到了啊，我们最后呢啊，祝大家法喜充满了、啊、早日成佛啊。阿弥陀佛。回向请合掌，请合掌啊，愿以此弘法的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居士，发大心的义工出钱出力，一切善事消灾我们的啊师姨师姐啊，两位啊师姨的佛弟子啊，也消灾我们的卓县长还有各位长官领导。
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我们明年见啊！谢谢。听闻正华难招难遇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长老的法布施，让我们与会大众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讲座圆满，大众请起立。礼谢上会下律长老慈悲说法，行三问讯礼。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恭送长老回寮，大众请对面站。那我们再次用最感谢的掌声恭送长老。一句华语，让我们转世成智；一滴甘露，让我们沉浸光身。慧律长老怀着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慈心悲愿，在百忙当中来为众生开智慧海，依正教转大法轮，让与会大众得到了智慧的启迪和无尽的法喜。那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慧律长老的慈悲说法，掌声满满，法喜充满，掌声长长，福慧增长。也祝福我们敬爱的慧律长老法体安康，续佛慧命，法轮长传，期待明年因缘和合再续法缘。阿弥陀佛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